哟，两位，好久不见了，还记得我吧？你们看这服装啊，原本是要穿去你们台南喜宴那天的，就没有想到，我家门前变成这个样子。你们看，这样是要叫我怎么出去嘛？对了，你们觉得阿凯这次去帮你做的影片拍的还不错吧？哦。对啊，话说回来，既然我在这里当特别来宾的话嘛，照道理讲也要给两位一些吉祥话咯，祝福两位啊，白天好，永浴爱河。那在这边要先向你们说声再见咯，拜拜。